这个青光眼的治疗呢，它这个基本上包括这三种，一种是药物，一种是激光，一种是手术。这个呢，是我们一般根据它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的情况、不同阶段、不同类型的青光眼，我们来决定它，我们是采取什么办法来治疗。这个像开角型青光眼，尤其是早期的开角型青光眼，我们一般去。一般是药物治疗。如果他这个用药物治疗这个效果不是太好，病情继续进展，或者他这个本身发现的时候，他这个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去选择激光，选择手术。对于闭角型青光眼呢，闭角型青光眼的早期，我们还是一般选择是。我们一般还是选择用激光来治疗，像这个激光虹膜打孔，这个来缓解这个病人这个青光眼的病情，减少它的发作机会。但是有的患者呢，就是房角关闭的，假如说这个范围比较大了，视野已经受到损害了，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认为我们要像这个房角的关闭啊，要超出一半以上啊。我们就考虑有了这个手术指针了。还有一些患者呢，用药单重的用药呢，它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或者是点的好多种药呢，才能把眼压控制住。有的患者觉得，我点药太麻烦了，我们临床上叫一重性，他就不好好点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也是一种手术的指针。